你好，我的名是亚当，我已经19岁了，我住在吉隆坡，我将来是北韩，我要生个家人，我妈妈叫 Howard， 然后我爸爸叫 Zainul， 我妈妈今年19岁了，我爸爸已经18岁了。我爸爸是大白教人，我妈妈是家庭主妇，我妈妈喜欢愿意活动在家，我喜欢读书。一天我乘微飞机，感谢信。双手感觉你的温柔，真的有点透不过气。你的天真，我想。